然后他一看到女医师，他就说他下面也很痒，就立刻一秒钟就他整个裤子就脱下来，整条裤子脱下来，对，就是整个吓到我。加一颗郑君宇医师，你知道他多爱心？怎么样？现在北投那一带，对不对？其实有很多那种老先生啊、老太太都在家里面，特别多，你就特别去帮他们家里。对，我就是会到那个家里面帮老人，就是做一些服务这样，独居老人行动不便。对，问我们北投区各里的里长，对不对？你才有资料的吧？我每个里都会问。对啊，我每个里都会问。那你是不是坐我们那个北投区那个摩托车外送的上去？没有，我们会有那个专门的，就是专门的车子，对，居家的车子。你们是一个单位呢，还是一个医院呢，还是你个人一个诊所？做这个事，就医院会跟社区就是结合服务，然后去找那个行动不便的老人，就是阿嬷、阿公、阿嬷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去他们家。这个是做善事的，嗯，因为我们可以请教一下，比如说现在讲，你一进来了，对，然后这边就有一个老人，对不对？老人不是笨，老人有健康的，四十八是。来，你就老先生，你就很自然老先生，那你一进来要怎么处理他 ？SOP 啊。阿公你好，你好，你今天哪里不舒服呢？啊、全部、啊。哦，那啊，帮我们弄个麦。全部，我帮你打电话给白云哦。阿公，我给你听一下心脏哦。哦。对。哦，你心跳快要停止了。再讲一遍。啊！如果快停止，要怎么？自己讲全部的、啊。我们现在还要检查耳朵。啊，检查耳朵。对。哇，好酷哦！耳朵怎么样？哎呦。哦，都看不太到哎，因为都是太屌啊，都是耳，好耳朵。对对对。哎呀，那这样怎么办呢？对。你现在还听得到我讲吗？他刚刚你还没来的时候，他说他膝盖好像不太好。对，哦，来，是要坐的吗？是要坐的。膝盖要坐，来，我要检查一下膝盖，现在神经反射还够。脚要翘起来。你怎么用这么大力的？我好膝盖好。我要用下去的。坐着坐着。你这是雷神锤吧？不要翘脚啦，脚翘起来，不是反射还蛮好。什么东西？要翘脚啦！哎呦，你没有试过够啊？哎，不错哦，嗯，很好哦。哎，还活着哦。对，现在心跳换脚，虽然心跳快要停止，但是那个吸反射很好。对。不是打这只胫骨很痛啦。所以这样就这几个 SOP。对，大概就是到人家家里就是帮他检查这个。那请教心跳，我们知道。看耳朵的意思，耳朵是看说中耳有没有发炎、啊，中耳炎啦、啊，会不会头晕啊，会不会耳鸣这样子？那敲膝盖是測試、啊，就是测试现在脚那个肌肉力量还够不够？对，哦，那你算不错的。所以如果你不是老人，我真的不是老人。对啊，所以你一敲，如果敲不起来，就是膝盖已经。对，就是膝盖可能反射神经已经有问题了。后来膝盖化，要拉起来。不用敲，不用。我跟你讲，在这里好不好？在这里，他是很年轻。多打几下。真的没。你的一只哦，奇怪了，我敲看看。不是啊。敲凹槽这里是？对，就是敲那个肌腱的部位。就没有感觉。医师，你用这个敲看。哦，有吗？等一下，医师，来了，是很痛，可是不是敲凹槽没错啊？是敲凹槽，那医师，可是我敲不起来，为什么？对呀，等一下，这敲不起来，再一次机会。因为每个人轻轻的。这天生会有一点不同。我真的没有反应哎！我真的没有反应哎！换脚，一样地方嘛。对啊，对啊，应该是你没错吧？它是有一个凹槽没错。你有没有在抵抗它？不要抵抗。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放轻松。脚要放轻松。我整个这样放很松哦。是。哦，好痛啊！脚怎么这样？我不知道，好痛啊！可是我都没有反应，为什么？坐来。试试看你啊，住了，好，我们来，你看，哎呦，再做点小心，要确认，哎呦，哦，怎么了？很有反应，太开心了，很有感觉，哇塞，你这样就可以哦，对啊，你这反应很爽，他跳得很开心，这一轮，剪刀石头布。
看我叫你输，你输了啦！等一下，还没进来啊！对啊，不是，太急了，不是，来一起，石头布，耶！给我了，你要是在这里，我帮你敲。跳起来！可以。这里吗？对。哎呦，看到他比较容易。可以敲。哎，那个黄医生。哦，对，那很贵的。不，医生，这个是真的跟运动有关的。对，有关系。运动？可是他有在运动。我在运动哎。是什么运动啊？打棒球啦，而且我时常在外景一直跑哎，不算，还是说他太瘦？对，有可能，因为每个人那个神经的传导会有点不一样，天生会有差别，一点点啊，有了，有一点点的。太瘦传导会吗？哎，是真的生病了，没关系，四哥有点钙化的现象。请问一下医师，你遇到有病患在家练体操吗？对，就是我们到病患家去看那个家属，可是那个家属就是那个病人的家属啊，因为他是他儿子，然后他可能每天在家里照顾他妈妈嘛，然后他就是想要练武功，他就把一个烧红的铁链，然后他就把手就是抹凡士林，然后他就是想要练成那个铁砂掌，对，然后他就一边练一边就是我不在看他妈妈嘛，然后他就跟我说。那医生，我这样子练到底会不会受伤？可是那个就铁链已经烧到100度，然后他还是问我，就问我说，那这样会不会受伤？然后，那我就医生立场还是不能跟他说，就是这样是安全的，对。可是因为他已经练到一个程度，就是他可能已经练到可以停留5秒钟。哎呦，我操！对，你应该带他去看精神科了。喂，不然你就说你下次不要抹凡士林了，对不对？你就进阶嘛，危险啊！要不然就吃那个铁链嘛。有，他有想要吃灯泡，还有，他想要吃灯泡跟吃木炭。不是，以后你去家里，你去他家的，他是拿一根钢筋讲，医生，我这样危不危险？医生，我觉得他应该有偷，就还有在偷练很多其他东西。所以我去的时候刚好还在练铁链这一招，对，下次练音调成功嘞。医生，我爸在里面。有遇过，就是看诊遇过这些类似这种色杯杯色老头之类的吗？有啊，就是会有病人，就是他本来说他是脖子痒，他就说哦，医生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我脖子，就是好像不是过敏这样子。然后他一看到女医师，他就说他下面也很痒。然后我还没有，注意，就是你啊，他们只敢动嘴不敢动手了。没有，就那个病人是真的，他就立刻1秒钟就他整条裤子就脱下来，整条裤子脱下来，对，就是整个吓到我啊！啊，真的假的？还是怎么？那我也，一次，我脖子痒，有一看，这意思啊，哎呦，下面好痒嘞，下面好痒，就这样，他就说医师，你可以帮我看一看，可是我还没有回答，就把裤子脱下来。那后来你真的有看吗？他其实就是，我就是很冷静的看一眼，然后就说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他是不是独居啊？没有，他是一个正常的中年男。我说家里有别人吗？那时候就是旁边没有人，对。哦，他应该对这种人不会去家庭了解一下。不是独居老人就有可能啊，那有跟人全家家庭住在一起，这就很怪。不，你刚刚的反应很棒，就是你很冷静。对啊，他搞不好就是有些市场会希望听到人家叫。对啊，我也是希望这样嘛。对，他可能是希望就是我们很惊讶这样子。哎，你这个不是痒的问题，你这个是小的问题哦。哦，是人受伤干嘛？我没问题的。哎，还是有危险。开玩笑，不要生气啊。不过，但是你真的很有爱心，很伟大。对，辛苦你啊。好，谢谢医师，谢谢。